此岸到彼岸，彼岸到此岸，又把那此岸又到彼岸，彼岸又到此岸，一直来回了。你们这条路现在摸熟了哦，闭着眼睛都会走哦，对不对？其实此岸跟彼岸有什么差别？在佛家说的，它是一个是心佛，那边是我，这边是众生，我众生一度度过去了，我就变佛了。佛跟众生还是在我，在能量，但是在我哦，不是我了不起哦，还要无我。你假如有我，又完蛋了，因为又多出了一个众生方面的那个，好吧？那我就跟大家的地方去参考啊，它里面讲的很细腻，它不是说我们看起来看不懂。还有没有问题？